已婚妇。我皈依迦瑟佛的教法下修行，受持境界，今生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成就，希望来世出家摧毁三界烦恼，成为阿罗汉。希望我将来能依照你的教导先结婚，以后再于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，摧毁三界烦恼，证得阿罗汉果位。老弟，我们两家的关系可不能这么断了呀！啊，对，不能这么断了。不如我们来个亲上加亲，为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指腹为婚。也好，将来我家生个女孩，你家生了男孩，就将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儿子。加油，哈哈，生了生了。嗯，好香啊。子女长大必拜世尊，出家得证阿罗汉。今天的事你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不能说，明白吗？是是，我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不说。嗯，好了，这儿没你的事情了。谢谢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想必这产婆也不敢说出去。这样就好，咱们女儿与大人的婚事还有的商量。嗯，咱们家就靠你了，乖女儿。报告夫人。什么事？外面有传言说小姐是个佛子，长大必拜世尊出家证得阿罗汉。什么？这该死的产婆，快去把老爷找来。慢，小姐呢？好像在书房看书。带我去。你说你好好的一个女孩家做些什么不好，非得像个和尚一样的诵经念佛，有什么用？好了好了，你就给我好好在家待着，改天就嫁人，看你还念不念佛。嗯，哈哈哈哈。儿子，来坐下，为父有件好事要告诉你，你先看看。
啊，父亲，这个指腹为婚太儿戏了吧？哎，怎么说是儿戏呢？此人乃是为父的至交好友，早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定下了你们的亲事，如今你也长大了，准备一下迎娶对方过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听父亲的安排吧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慌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少爷，少奶奶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少奶奶跑去出家了。来人，和我一起把少奶奶抓回来。施主，这里是佛堂圣地，不知你们火冒三丈前来所谓何事？何事？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们家少奶奶被你们关在这里。少废话，把人交出来，不然的话……阿弥陀佛，你快跟我回去。请您慈悲我们这些沉溺在生死轮回中的可怜众生吧，请传我相应的法，我也想出家礼佛。现在我只能让你摧毁萨迦耶见，证得预留果，如果想得证阿罗汉，还需要你出家精勤修持。好，我回家对父母说一下就可以出家。前世即是今生，现在就是未来，因果轮回，报应不差。由于他们发愿先成家，再出家正果，现在他们的愿力成熟，所以今世能在我的教法下先结婚再出家，同样证得阿罗汉果位。